不现在播报少了两杯饮料的钱。哇，那一杯饮料叫水，少两杯水的钱。现在水这么贵啊？没有啦，不能跟他们讲说这么好赚，不然他们通通跑来做怎么办？哎、欸，真的会生成哎、欸，优优质，有感。哇，你还不谢谢我？短信六六六，含刚刚的夜市头盔交学费。你要什么？你要问兔子，因为现在布布在兔子家，看兔子，但布布要什么？兔布布要什么？然后玻璃片要24个玻璃片，不要画那个的杯子啦，我的话不要画那个啦，不是杯子，不是应该是碗吗？碗马走吗？哦不，我玩玩玩，哇，哎、欸，好有感哦，超有感哦，怪好多哦，天哪，超多的啊，就是这东西不能随便乱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卡住了哦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杰克，拔掉，拔掉，拔掉，就我拔掉了。有点恐怖，有点恐怖的。亮，太阳能，电池。啊！我把它弄掉了。哎、欸，他已经生成31只怪物了。哪个是经验方的、啊？你吸走了？在哪里？哦，那是怪物房间杯，你吸走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要。哦哦，我那时候就在找潜影珍珠啦。哦，潜影珍珠，我现在那边亮。在用了珍珠方块是怎么的？就请你珍珠合一圈吗？对，我现在很多，你吸走了，我一定吸走的、啊，我吸爆你，吸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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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体这边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在弄，上面有一只潜影贝啦，你可以对它点右键，可以直接拿。上面那只潜影贝，点右键就有了。对啊，嗯、对啊，他的说法是这样的、啊。我是不知道啦，哎、啊，痛！我都在地上捡到的啦。他说一颗闪亮珍珠可以透过右键潜影被获得。有哎、欸，要睡觉完了。基地吧，给我，我还要。我越飞越高了。上次团团那个建筑队友团拍片了没有、啊嗯？他今天有拍吧？我今天看有。他说下午有拍，可是我不知道拍了什么。哎。应该是有拍了吧？我会喜欢摸虎尾巴吗？会啊，尾巴很可爱。哇塞，你附近是怎样？好恐怖哦！你说后面那边吧，刚刚升怪的啊，刚就放下去升在这边了、哦，就整个 chunk 啊！哇，这个快点把东西统统拿走，海天，这样真的很危险呢、欸。让他做好。整个歪走要做也有点难做哎、欸。对啊，很缺的，缺的时候吧在用，可是现在也不缺啦、啊。快点拿走，你要把那整个创壳弄掏空。对啊。对，他拿走，他拿走了。石砖楼梯。啊，那这样子。哦，你是这样子刷怪的哦。对啊。我刷。所以我刚才想要抓一只啊。不是。他直接生两只哦，对，其实有一只他有时候会跑掉，像现在跑掉了，要跑掉一只。好，啊，哦，你是刷出来狂按右键？不是啦，我是在灌那个，灌豆膏，灌，不是，是那个怪物精华液。哦，满了 是？上厕所。好。好。把水飞走了，这样，要不然等下之后到我家的时候，就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只那个青杯，会啦，它越生越多，你又不会在，它就会顺走啊，啊，它是目前可以逃离，逃离死亡的，杰克魔场的人物，嗯，睡觉了，晚安，晚安。
珍珠方块就是牵引珍珠做的、哦，绿色跟黑色，嗯、对，加墨影石，有啊，那不会，他左上角有一个跑条啊，他跑完才出下一只，感谢牛排，感谢牛排，嗯，直接拿房间杯走啊，那你再做一个。怪物吗？好 ，OK。哎、欸，原来在隔壁啊，这么巧，这么巧，逃狱啊你！我头啊、哦，好痛，我飞起来了。我头，他掉了壳哦，你飞起来了。绿色不够，黑色也不够。OK， 好吧好，绿色、黑色都要做。所以又要失业了吗？没有啦，没有人会失业。谁会失业？等下是不是就爆了？没人会失业。哎呦，不然掉到魔力的水里面了啦，又飞了啦。还逃狱啊？啊，这样。好吧。这样。借符壳可以做什么？彩虹机关炮，你们说的那个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就讲啊，这个啊。那我来做一把玩看好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做玩看。高级大型物品过滤器，应该是要配合其他东西吧？就高级物品过滤器啊，它就是它不是那过滤网的哦。我觉得应该是要配合其他的什么管线之类的。哎、欸就是欸，它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升级模板的东西啊。可以塞后面啊，做太多啦，花朵做太多啦，这样 OK 好，嗯，这补课没有，它是 End IO 的，嗯，那怎么不会？好，那我做一个，哎、欸，团团，哦，团团把我研磨的碗给带走了，哎呀，叫他上线啊。交上线还给你，你车哎，马上，那个你刚才讲那个做不出来，它很重要，对，我现在要用，关掉你把DST先关掉，哦，之后这边应该也是拆掉吧，鸡蛋买的，要用这个火焰蛋，我记得之前我拿到。没蛋好做啊，这是几个、啊？嗯，没有啦，我之前在海盗船有拿到，我也拿到啦。你用这个衣啊？魔力透光，带光。好，我等。好，做超频。你要做彩虹机关炮、哦？对。然后做来玩玩看。彩碎片加，嗯，墨囊，有一八，一二三四，这样有了，好了，来给你，来看这个玩具怎么玩。OK， 物资全部给他了，好了，终于好了。空，空，这是要充电吧？你要看它需要什么能量。它需要有线充电器，我之前好像有做。我这里有无线充电的，只要来我家的旁边，它就会充电了。没关系，我这边可以充。这是好慢哦，分一下。嗯嗯，对啊，团团带走我的碗啊！好，可以 p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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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真的是哦。等一下，很好玩吗？不知道，我还没试到伤害。肉套子，我拿骷髅来试好了。连提嘴子。来来来，我来看看杰克。好，杰克加这里。它会烧起来啦，在哪里？但伤害我就不知道。没有放吧？不是会生怪很恐怖，然后放了。
嗯，我看好像还好哎、欸，伤害好像很弱哎、欸，我这个比较帅、欸。你那什么？激光枪啊？激光枪啊？哦，这看起来就很血炮而已啊。对啊，而且它飞过去的速度也太慢了，很慢啊。过去怪都跑掉了。我直接射你好不好？啊糟了，网路不太妙。Hello。有声音。没伤害。没伤害。好弱。啊，我射繁星，繁星。我还被反甲哎、欸。我是按防御啦，刚扣多少？扣五格。五格，颗星吗？五颗星，五颗星。哦，我刚没按，然后嘞，你是被我吸过来吗？还是？那没有，你打，我要看你血量而已啊。哦，饿了饿了。蛮远的，有击退吗？刚有击退吗？还在水上的关系。哎，嗯，好，有来有击退啦，一个，三颗星，五颗。很痛，这就玩具吧，就没什么用，真的。嗯、看起来很炫炮啦。哎、欸，你这里拆掉了？啊，不是啊，那里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换而已。我直接就看他范围啊，我之前不知道可以看范围。哦。那现在范围就这么大，然后我这不就把它用到效率五了。好、哦，到时候是不是有问题不是我喽？知道，效率五。没有，你看啊，里面的卡片。有啊，我看啊。他效率五，他原本的工作效率没有那么好。原本的话应该是二，那现在是六十四。在哪里？他原本好像是200吧，啊，变六千四。看哪一个啊？这个主宰机。对，最后两张有发光的卡。还有配效率五，最大输出量。每十 tick 六千四，感谢猫之音 MB。所以你说这个、欸、这个就是可以跟附魔术用的、哦。对，这是用附魔术叠上来的、啊。然后时运插件也可以配幸运，我去配个好了。你要那么多东西干嘛？就也可以啦，量产。哦，要缺怪物的东西就来这里拿就对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什么再一次？在干嘛？在看影片了吗？再一次，看他摔倒一次，再一次，就是那个，对。哦，我觉得哈基怪怪的，我要看一下。再一次吗？没有，只是这一期超频。然后你们看这个的速度，诶、欸，哪一台？哦，是要把伺服器弄爆啦！这台，我面前这台，金属升级机。啊。我刚插了14个超频升级，然后看我放上去啊。哦，好，珍珠好了。哦，好爽啊，这速度！然后再上去，再上去，再上去。啊，我只是刚才小这个而已，没事。哦，回波鲁就是用这个、哦、才会那么快。说旁边那个蓝色的哦。嘿嘿嘿。真不怕超到爆掉吗？我是觉得会，很危险。如果同时运作的话啦，应该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还好吧？不知道。那反正一下那个啦，那、欸、可以偷你机器里面的经验呢、欸？他有经验哦、喔，有啊，你不知道可以提取经验哎、欸，啊。对啊，它旁边有个经验瓶啊，那可以点啊。如果你有烧东西的话，它会经验会累积在里面啊。哦，自己做的人不知道。哦，是因为不需要经验啊。方块七个字。好了，我这边差不多啦。好，把那个幸运做也要关了。啊，那我开到四个小时好了。好。我开到四个小时啊。我要关了，我好累哦！我做一个干嘛了？辛苦啦！哦
好啦，我这边先关了。啊，GWT 太累了。天哪，尖峰期的时候居然没播广告。哇，六个蓝水晶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因为真的太累了，我这两天没有睡到，而且又太累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 ATM 系列或生存影片帮我点个订阅，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奇怪，我的头还是有微微发光耶，那你好啦，拜咯。